啊，没想到这一夜都没睡好。昨天的封刺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想了，来到这领地也有两天了，是该回去把大家都叫过来，先去把大炮那家伙叫醒。大炮起床了。别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李大炮现在不是一般人，我现在是建设部总指挥，知道不？可厉害了。啊，大炮这是说梦话呢。我要跟你们说，现在德鲁王国都是我和辉哥的，你们都必须听话，尤其是听我的话。我让你们拆那儿就拆那儿，我让你们盖那儿就盖那儿，这我都说了算。大炮这当了个总指挥，怎么就皮成这样了？大炮，赶紧起床，要不然就把你总指挥的职位撤掉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上面有辉哥罩着呢，我看谁敢撤我。我啊，辉哥，怎么是你？哎呀，大炮，当个总指挥至于吗？嘿嘿，辉哥，这总指挥大小是个官啊，我还没当过呢，人家第一次嘛。对了，辉哥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咱们来了也有两天了，王子都封了职位，咱俩也该回去把大家伙都叫过来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咱们快走吧。不急，先跟王子道个别去。好，咱们走。这有封信。